毕业于第十四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，入行廿几年嘅 TVB 前御用丫鬟李卓宁约满就嚟查无线，之后做过港视，拍过电影，后来仲索性北上，喺一啲合拍剧同埋电影都有见到佢嘅身影。近年仲踩过界，踏足政界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协。一开始嗰阵，仲系会议中嘅唯一女性委员。李卓宁尚在参与南宁市政协会议时嘅照片，见到佢坐喺第一行位置，相当显眼。